老大夫，哎，我帮你好不好？哎，你帮我啊？对呀、啊，谢谢你啊！来，你干啥？真是好一个好小伙啊！哎呀，没事。谢谢。哎呦！你干嘛？干嘛？耽误我做的，知道没有？滚一边去！哎呦，好痛啊！赶紧滚一边去！你干嘛欺负老太婆？欺负老太婆，磨磨唧唧的在那里啊！哎，滚出去！什么声音啊？什么声音？哎呀，又来一个！哎呀妈，你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他拖我！你拖我老妈干嘛？哎呀，哎呀，这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呀、啊！哎呀，老妈这……拖你老妈又怎么了？啊？哎呦，哪里受伤？这腰好痛！滚一边去！滚啊！你该到破车还敢那么嚣张来我们村？你懂错吗？我这个是丰田阿尔法，知道吗？你这个阿尔法是啊，奥特曼变身。哎，奥特曼变身，我就说你们这农村的土呗，啥都不懂，拽什么开个破面包车，还在我们村嚣张蛮横无理啊，还欺负我老妈。你看这么老一个老奶奶，你居然还欺负她。你会不会说话？什么叫破面包车？丰田 RF 啊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狗链还在这里拽，怎么滚一边去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女儿，哎呦，女儿太输了，哎呦，女儿你没事吧？让开啊！哎呦，就不让了，今天，哎呦，这小伙太嚣张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有没有人呐、啊？欺负老人呐、啊？什么意思、啊？女儿，你在这里躺着，你在这里躺着，不要动。你就在这里坐着，想碰瓷是不是？不给他过，除非你把那个东西全部弄上来。我老妈辛辛苦苦去拉水回来煲饭，你倒好了，过来直接就搞下去。哎呦，你该评理啊！你看这个小伙子挡路啊，人没看到刚刚人家车到那里了吗？关你什么事？哎，你再动一个试试，你以为我没有脾气的吗？啊，就你有脾气啊！哎呦，这两个土呗。什么土鳖？哎，放手！赶紧把你这破车撞到人啦！哎呦，不是想要钱吗？哎呦，你以为我没见过钱呢？你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什么意思？今年就不让你过了？你看什么看？这么嚣张！来到我们村你还这么嚣张吗？我就是这么嚣张，怎么的？干嘛？想干嘛？想干嘛？还想打人、啊？挡着我的路啊！来到我们村，你不要动手动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马上叫人过来。你知不知道我女朋友，她在这个村出了名的？我马上叫村长过来。出名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现在是蛮横无理。村长啊，蛮横无理，赶紧多叫几个人。让开！你干嘛要拖我喇叭？哎呀，可怜了！哎呀，你这个坏蛋呢、啊？干、啊！放手！不是在这里干什么？不是，哎，别动啊！来到我们村这么嚣张，来到我们村来欺负老人，还欺负老人，欺负我老妈，你这不像样！哎呀，都七八十岁的了，你还欺负？就是啊，真不是人，真不是人！哎呦，有没有良心呢、啊、你？你们敢有没有妈生的？你敢不敢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女朋友？打呀、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就打个电话给他，就在这里等着。给他打，看一下他女朋友是谁，你看。是是什么眼光啊！打随便你打，在这个村还怕你啊？你们这些刁民，啊、什么刁民？刁民！等一下，你快打！等就等，我要看看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的，啊？你女朋友有三头六臂啊？哎呀，我来到你们村这个下坡这里啊，有一帮那个刁民拦着我，还打我啊！刁民啊！好，你快点出来。都要看看哪个女朋友、交这种男朋友，哎呦！先别动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不是，人多欺负我人少是不是？哎呀呀！我们是讲道理。姐，亲爱的，女儿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我妈怎么到这里了？姐，她是你男朋友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叫了这种人家啊？哎呀，我以为你就是说在哪里？你看，你认识多久了？哎呀。哎，一个月，才一个月，一个月，这还可以吗？是我妈，我连丈母娘你都敢欺负，还不想活了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戴个墨镜，戴个狗链子，人模狗样的。女儿，你怎么交这种男朋友？分手吧，姐，这种男朋友交不得。这种男人不能嫁。丈母娘，一个月，品行太差，人品素质不行，作恶多端。
哎呀，都怪我有眼无珠啊！还跟他扯那么多干嘛？叫他滚！分手！叫他滚呗！不要不要！让我老妈走！怎么样？滚！真的是！滚！拿下你的臭钱！滚！快点找人！不找人，差点走不出这个村。那就是我妈的医药费。小婷，还停个毛啊？停个毛啊！滚吧滚！我还好，村长来得及。没事。我以为说怎么回事？听到那边。你怎么找这个男朋友？算了，下次交男朋友扮演食人就行了。来，走。我等一下把他拉黑了，把他微信删掉，不能再有联系了。这种人真的是要不得了。要找人品好一点的。